最终呢是很好，也许是这个连续的比赛打过 U17 的比赛，原来有王涛。嗯，在成运会之后咱们二队又调了一些队员，晨曦第五，李木桥，晨曦第四正，所以两个人他没法打团体。目前开局的情况来看呢，好，7-9，是在年龄同年龄组应该算是不错的，能适应他。对，8-10，走的在他们心中的这种分量上，但是脚不太动，能他们还是要打得更积极一点。可以来讲，的确这个项目对水平也高，和控制，撒网那种，情绪起不来，那也不会投分。这情况，8点多9点就开始，可能打惯了国际比赛的吧，他不像过去一样啊。男单女双，因为你一个单项里面它不是一轮比赛，有的时候有两，那打7场之后，在场上会消失一点。高出一大截，特别是台垒球挑大，质量低一点的这种挑打它还是不多，但是它能，它主要是有点挑不出劲儿来。陈导，您觉得从好的，哎呦打的，他需要握小幅度的动作，其实你的整个身体的腰部，很高很高的水平，是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有时候有的人在正手这个位置，王励勤发球。发力，而且又不敢给王力，不高，但是马林后面的跟上的这一板质量也，然后二队的队员都是无机交射，11-4，这样马林和王力勤呢以。